大家。
海上同乡会的全体职员来到舞台上，我们做一个宣誓就职仪式。有请海上同乡会挂牌的咱们全部来到舞台上。那么同时呢，要请出我们中领馆的邢一林领事，要给我们监誓和代誓，谢谢您。宣誓词，我们在这里庄严宣誓。我们在这里庄严宣誓。我们将严格遵守美国法律。我们将严格遵守美国法律。恪守百胜同乡会会章。恪守百胜同乡会会章。团结相亲，互相帮助。团结相亲，互相帮助。服务社区，造福群众。服务社区，造福群众。发扬爱国爱乡的精神。发扬爱国爱乡的精神。为祖籍国和家乡的建设添砖加瓦。为祖籍国和家乡的建设添砖加瓦。为争取华人的合法权益做出努力。为争取华人的合法权益做出努力。为中美之间的经贸往来、人文交流做出贡献。为中美之间的人教往来、人员交流做出贡献。全心全意发展会务。全心全力发展会务。齐心协力共创佳绩。齐心协力共创佳绩。监誓人邢一林，宣誓人。宣誓人孙清开。迟了间孙世人孙中元。孙世人孙以新。孙世人陈秀辉。孙世人孙勇。孙世人李周国。孙世人陈柏霖。孙世人陈春秋。孙世人史茂兵。孙世人孙道华。孙世人朱亚斌。孙世人孙道夏。孙世人陈友贵。孙世人孙清武。孙世人孙清秀。孙世人杨斌。孙世人谢富斌。好的，那么在我们中联馆邢领事的监视下，我们的所有同仁们都做了自己的誓言，希望你们能够遵守会章，把我们的会务做到最好。来，朋友们，再一次的掌声祝贺他们，好吗？好，感谢感谢各位嘉宾、各位朋友们。那么今天是个好日子，今天也是个吉祥的日子，我们百胜同乡会终于成立了。那么今天呢，是首届职员就职典礼，在各位嘉宾和各位友人、各位朋友的见证下呢，我们的主席荣任了第一届的大权啊，希望他呢能够把这个重担挑在肩，为我们的社区多做贡献。我们今晚百胜同乡会首届主席孙清开上台来致欢迎词，有请。大家好，尊敬的中国领事馆领导林女士、林女士、向玉涛先生、海纳德家庭博物馆董事长李尔女士、美国福建同乡会总会、美中华人社团联合总会、采纳在将军惠普航空学校总裁管新华先生、美国福建百胜同乡会理事们、各位乡亲、朋友、来宾，大家好，我是孙清开。今晚很高兴能看到许多贵宾，
还有那么多位美，还有那么多美国福建百胜土乡会的乡亲朋友们重聚一堂，庆祝我们土乡会的成立。2020年，几位乡亲领导热心地发动土乡会的成立。目前，在乡亲们共同合力努力推动下，已有600多位交会会员。这些会员分聚在美国各地，大部分集中在西岸的洛杉矶、西雅图，东岸的纽约市和罗彻上州的罗彻特城，还有路易斯安那州的纽奥兰城。据数据统计，全美国大约有3000多位来自福建百胜、福建连江百胜村。最早期的移民在1980年代。我很清楚地告诉各位，我就是第一位来美国的。苍天之事，必有其缘；淮山之水，必有其缘。乡亲们，我们大家身为出生长在百胜的一分子，既骄傲又荣幸。我们土乡会的核心价值观是团结在一起。在美国打拼事业，让我们的家人快乐幸福的同时，以感恩的心情回馈我们长大的地方。我们的宗旨是：一、为我们在美国乡亲们提供服务；二、关心和支援我们老家地方上的文化、教育、医疗、公共设施的发展；三、贡献我们的力量，加强中美友谊。我们的土乡会将会在美国乡亲们加油打气，提供找工作的机会、法律咨询服务、资源事业的建立和发展、紧急医疗与自家的协助。在老家方面，我们也已经捐款成立教育基金、修马路、经费帮助低收入者、支援严重病患者。这些点点滴滴的努力，代表我们对老家的回馈，诚如古言所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我们今天能成功的遵从我们的核心价值，并彻底的实现我们的宗旨，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美国福建百胜土乡会将成为采纳国将军博物馆基金会的合作伙伴。前些年，我们有幸的结识了采纳国将军基金会董事长密尔女士，也是今晚我们的特别嘉宾。她是采纳的孙女的女孙女，常年为中美双方的交流合作做贡献。密尔女士曾经3次受到中国政府提请到中国访问，为中美友谊提供宝贵的意见。我相信我们的土乡会在大家共同努力下，让土乡会更上一层楼，为我们乡亲提供更好的服务，替百胜老家做更多的回馈。最后，我祝大家身体健康，生意兴隆，万事吉祥。谢谢大家。我们领馆呢来了两位领事，一位是这个邢玉雷领事，另一位是向玉涛，跟我一个姓儿啊，但是字不太一样啊。
好的，来来，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的邢领事给我们讲话，谢谢。尊敬的主席，咱们百寿同乡会的全体会员们，尊敬的嘉亮会女士，还有咱们在座的各位社区的嘉宾们、侨领们，大家晚上好。我是纽约总领馆的领事邢玉林。今天晚上呢，我跟我的同事肖玉涛领事非常荣幸受邀参加咱们福建百寿同乡会成立庆典及首届成员就职典礼。那首先呢，请允许我们代表纽约总领馆、代表黄天总领事向苏主席还有咱们百寿同乡会的全体会员们表示最诚挚的祝贺和最美好的祝愿。那虽然呢，我们今天这个活动的主题是成立庆典，但是从刚刚苏主席的这个介绍当中呀，我们就能看到，其实呢，百寿同乡会还有苏主席本人为侨服务、为社区服务，并不是今天才是作为一个起点。我们也了解到呢，他确实这些年来一直都为咱们旅美的福建的侨胞们，尤其是咱们百寿区的乡亲们，这个做了很多实实在在的好事儿，然后也是一直都很关心祖籍国和家乡的发展建设。那我相信呢，百寿同乡会也会以今天的这个成立庆典为契机，继续的把这种爱国爱乡的精神发扬光大，继续把这种对于祖籍国的热爱，对于咱们旅美的侨胞们的这种服务的热情，就更好的弘扬下去。那最后呢，我衷心的祝贺咱们百寿同乡会还有全体会员在座的各位乡亲们工作顺利，生活顺心，万事如意，谢谢大家。在座各位非常非常熟悉的美国飞虎队陈纳德将军，大家都非常的熟悉，是不是？今晚莅临活动的就是陈纳德将军的孙女奈科洛维，来，我们掌声欢迎他。那么在此呢，我也要借用秦刚大使在铭记英雄纪念飞虎队80周年及二战时期美国援华空军历史图片展上的一段话：飞虎队的故事传颂的是中美并肩抗战的壮举，飞虎队的故事浓缩的是中美守望相助的情谊，飞虎队的故事承载的是中美历史弥新的友谊。让我们在美的每一位华人牢牢记住这一段真情历史，加以传承，让中美友谊世代长存。接下来就请我们的男友Holloway right 啊，在这里给我们讲话 speech please。 Yeah，And I want to thank my dear friend Peter Song and my dear friend Aaron Hall for inviting me here to talk about my grandfather. It is just such an honor to be before so many distinguished guests. And of course, I would like to thank the people from the consulate, Ms. Kathleen, and Mr. Jalim for being here and a very special evening for us.我要感谢彼得森和我亲爱的朋友王亚伦今天邀请我来到这里，让我谈谈我的祖父克莱尔陈纳德将军。我很荣幸能结识这么多杰出人士，我期待着在未来的项目上与您合作。 For many years I have worked to teach about the legacy and history of my grandfather General Strong and his wine tigerThe events that led my grandfather to China in 1937 were as important today as they were 86 years ago. And in those lessons that he taught us are that cultural differences, political affiliation, and ideology do not deter us from recognizing our humanity and serving our fellow man.我们一直在传授我祖父克莱尔陈纳德将军和他的飞虎队的历史和遗产。
1937年，我祖父来到中国的世界，现在和86年前一样重要。他教给我们的经验是：文化差异、政治派别或意识形态下，不应阻止我们承认我们的人性，并为我们的同胞服务。甚至威胁他，如果继续帮助中国人民，他可能会失去公民身份。做出这个决定并不容易，但他的同情心很强。他接受了中国空军顾问的新角色，他运用了过去20年积累的知识和技能。他的第一项工作是阻止日本人对中国无辜男女老少的酷刑和暴行。Early morning system. This system would later be known as the one who has disused the Chinese system during World War II. This early morning system not only gave fighters the advantage to get into the skies before the Japanese started dropping the bomb, but it was the very first time that the Chinese people ever had a chance to run the runway before the Japanese started dropping the bomb. He built runways and strategic areas.This infrastructure was so important, not only to the Chinese people, but it would be vital to all the people who one day got themselves in war with Marathon.包括建立一个预警网这个系统，后来被称为二战期间最好的系统之一。这种预警系统不仅使地面战斗机具有拦截来袭的日本飞机的优势，而且还使中国人民获得了躲避日本致命炸弹的优势。他在战略地区建造跑道，训练中国飞行员。这种基础设施不仅对中国人民很重要，而且对美国人民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有朝一日他们会发现自己在异国他乡打仗，了解我们共同的历史。该基金会是国际二战博物馆协会的创始成员之一，我们在博物馆的展览是一个双语展览，以便中国人和美国人可以充分了解这段历史。我们希望建立一个新的陈纳德将军飞虎学院，两国人民可以在一个相互包容的地方会面，在陈纳德将军的家乡。再一次感谢你们，我希望我们今晚能够改变我们的世界。来，朋友们，掌声送上好吗？非常感谢他能够莅临今晚的晚会现场，还给我们讲话，谢谢，谢谢您，谢谢 Thank you for speech。在我们民族最艰难的时候，
可是陈纳德将军跟美国的飞虎队伸出了援助之手，让我们能够度过了这个劫难，中华民族才有今天的结果。陈纳德将军基金会从开始建立到现在已经经历了20几年，这20几年来没有收任何的门票，所有的开销都是靠好心人的捐助，包括孙主席还有很多企业的捐助，得以是陈纳德将军基金会跟博物馆能够为公众开放，让公众有一个可以欣赏陈纳德将军丰功伟绩的地方。在此呢，我们衷心的邀请各位的老乡能够到我们的陈纳德基金会跟博物馆去参观，同时也真诚的希望各位老乡能够伸出援助之手，为基金会为博物馆捐献你们的一些爱心。这是一本陈纳德将军的叫一个战士的道路的书啊，就想送给邢女士。And then Mr. Song, I'd like to present it. And then, of course, my friend Peter Song. But also, I have a pen. It's going to make him a flying tiger. So I'm going to pin this on you, so you will be a flying tiger. 还有一个飞虎队的勋章将会挂在他胸前。他正式成为飞虎队的成员了，这也是一个人生启示大事，谢谢。给我们讲话，来，朋友们，让我们的掌声有请。所以呢，我在这里呢，在很感谢，也很高兴的能够参加美国福建百盛同乡会的第一届就职典礼活动。我代表纽约市市长亚当斯，祝贺同乡会在新一届的会长孙清开的领导下，以理事会的成员们从美国纽约起步，开创会务历史，为会务蒸蒸日上。现在生活的国家里，美国，我们为他奉献就业交税，可是我们也要得到尊重，所以我们必须要投这一票。祝大家今晚的活动圆满成功，谢谢。来，他就是我们纽约州的参议员刘晨毅先生。
不好意思，今天这个迟到，但是已经跟新主席说，我今天差不多9点才可以到。非常热闹的晚会，我很简单讲，就是希望将来跟我们这个美国福建百盛同盛会一起服务，会一起合作，为我们整个华人社区服务。我要隆重的介绍出另一位来自我们纽约市议员马泰的代表 Andy 上台来。我们纽约市第一选区，那就是覆盖我们曼哈顿唐人街第一选区的马泰市议员呢，他今天晚上呢在市政厅有拿着纽约市接下来可能预算的听证会，为我们参赛以及更好的服务我们的社区以及我们的乡亲啊，谢谢。我邀请出的是本会的李淑玲上台来宣读贺电。大家好。首先先感谢一下大家，还有我们贵宾，还有我们的老乡，在百忙之中来参加我们百盛同乡会成立的典礼。再次衷心的感谢。从国内发来的特列祝福。首先这个是福州市归国华侨联合会的贺电，华农与和谐发展做出新的贡献，预祝典礼圆满成功，祝贵会会务蒸蒸日上，红红火火。下面是连江县首澳镇归国华侨联合会的贺电。我们不一一读了。还有就是连江县百盛委员会村民委员会，这一份也是我们的百盛人的贺电，是陈学生先生来了贺电。这一份是百盛池和跨先生的贺电。好，以下贺电的话都表示了衷心的感谢，谢谢你们送上的祝福，谢谢。好的，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心杰是吧，帮我们宣读其他的贺电。2023年6月19日隆重举行首席职员就职典礼，执行谨向贵会及孙清开先生荣任首届同乡会主席表示热烈的祝贺，并向出席活动的各位嘉宾和乡亲们致以诚挚的祝福和美好的祝愿。我们深信美国福建百盛同乡会的成立将会在促进旅美侨胞团结互助，传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是来自东部连江县小澳镇的委员会，连江县小澳镇人民政府贺信，连江县百盛教育发展促进会贺信，连江县百盛老人协会贺电。还有一份是来自连江县百盛村归国华侨联合会贺电，他们共祝美国百盛连江同乡会成立大会圆满成功，祝各位乡亲幸福安康，事业发达，财源广进，吉祥如意，谢谢大家。好，接下来呢是一个赠送奖牌的程序，有请我们的主席来到舞台上。是我们小澳地区联谊会的一个奖牌要赠送给您。那接下来呢还有一个议程，就是上台来致谢词，咱们要请出本会的彭中秋秘书长上台来宣读，不是宣读了，致谢词。谢谢啊，尊敬的
邢玉玲女士、夏玉涛女士、尊敬的 Neil Calloway 女士、尊敬的各位政六代表、尊敬的各位球团领导、各位来宾、各位朋友、女士们、先生们，大家晚上好。我是本会的秘书长滕中秋，今晚在这样完美的夜晚，我们三局长君豪大酒楼共同庆祝百胜古枪队的成立暨首届职员就职典礼。此时此刻，我和我会的同仁感到十分的激动，也十分的开心和快乐。感谢你们在百忙之中参加我们百胜古枪队成立庆典活动，你们的到来是我会的荣誉。你们的到来使今晚的宴会蓬荜生辉、光彩夺目，你们带来的鲜花和祝福更带来了对我会的支持和厚爱。在此请允许我代表百胜古枪队全体同仁向你们的光临致以深深的谢意，同时感谢你们送来的牌匾、花篮和褒奖状，感谢国内外各单位发来的贺函、贺电及贺信。特别感谢中领馆邢玉玲女士和夏玉涛女士的大驾光临，以及陈娜的将军的孙女 Neil Calloway 从外州特意专程出席今晚的活动，谢谢你们。最后再次感谢你们现场所有的嘉宾们和朋友们，让我们携手共进，向着美好的未来前进。再次献上我对所有来宾的衷心谢意，谢谢大家。来，让我们舞台上舞台下的嘉宾们一同起飞好吗？首先祝愿我们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干杯。好，那第二杯酒呢，我们是身在美国，那我们要祝愿我们中美友谊世代长存，那是最最重要的啊！因为我们是首届成立，祝愿我们美国福建百胜同乡会会务昌隆，蒸蒸日上。同时祝愿在座的每一位嘉宾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行好运，发大财来。好，有请我们舞台上的。
我们已经来到了尾声。今晚是白胜同乡会成立暨首届职员就职典礼的庆典晚会，在此我们再一次感谢各位嘉宾朋友们的大驾光临，让我们一起举杯共同祝愿他们再创佳绩，祝愿他们会务蒸蒸日上。那么在此呢，也代表百胜同乡会的各位同仁，祝所有的嘉宾们有一个美好的未来，美好的明天，我们有缘明年再相聚。上的波浪，有时起，有时落。好运歹运，总嘛爱照起工来行。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爱拼。海上的波浪，有时起，有时落。好运歹运，总嘛爱照起工来行。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爱拼。
海的风景，有时冷，有时热，亲爱朋友，你着小心。人生的环境，去吃嘛会出头天，无怨天，无尤人，命顺命歹拢是生。一杯酒，两角银，三不五时嘛来斗阵。若要讲我感情，我是世界第一顶，是缘分，是注定，好汉破梦来杀敌，不惊风，不惊阴，有情有义的好兄弟。短命的光阴，一拖就趁少年时，求名利无聊时，千金难买好人生。人生的风景，亲像大海的风影，有时冷，有时热，亲爱朋友，你着小心。人生的环境，去吃嘛会出头天，无怨天，无尤人，命顺命歹拢是生。人生